其實每年會做蘿蔔糕，因為我媽媽就每年都會做一些糕點啊，過年啊，但係有些難做的我哋唔識做啦。蘿蔔糕比較容易，所以而家因為媽媽唔喺度啦，咁啊，其實啲兄弟姊妹都希望食到媽媽嘅味道，咁所以每年我都會做一些蘿蔔糕啊，俾啲兄弟姊妹啊，俾啲朋友試一下咁樣。會唔會用碌柚要沖涼啊，或者買新衫嗰啲㗎？都少少，因為以前我哋即係老人家喺度，即係碌柚要沖涼嗰啲就比較嚴格啲啦。而家有陣時都係用少啲碌柚葉嚟整一啲水啊，咁樣意思咁就算啦。新衫就一時時啦，因為對我嚟講，我哋工作好多時候都係過年啦，有陣時都唔喺香港啦，咁所以你話過年好多習俗其實我哋都唔係話跟得好足咯，咁啊。冇乜所謂咯，可以一時睇睇心情啊，睇時間啊，即係有時間咪當係一種節目咁去做咯。見你都拍完拳王啦，嚟緊會休息一陣啦，定係會再拍戲？暫時都會休息一下先啦，過一個平靜啲嘅新年啦，因為外地嘅工作又冇啦，又冇得去啦，咁啊劇集都暫時都未拍住。